你听过只差确认吗？只差确认源自于日本，是一种透过指向和口述确认，防止操作失误的安全确认方法。根据日本铁道综合技术研究所的报告显示，应用只差确认的驾驶员在安全性上显著优于未实施者。你可能会发现，偶尔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看到这样熟悉的动作。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，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，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，转弯前确实暂停并做出只差确认动作。左边没人，右边没人，再通过，并辅以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加强确认。另外，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，转弯暂停，安全载行运动。提醒用路人，大型车为确保行人穿越路口安全，转弯前会做停等确认，因此保持安全距离，也能有效避免追撞意外的发生。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，只差确认，安全有保障。